单人床，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听得到旁边人说话吗？我很认真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那台一定听得到我讲话。好，我讲小声一点。안녕하세요。什么东西？你们家可以。嗯，就不要照到那个吧，整理好的那一堆，嗯，你知道的，还没有倒掉的东西。你们给我一分钟，我找一下，我可以让你们背景长得不一样的地方。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不好吧？真的好暗啊！我们努力的让它安静。你要站着，你要站着。哎，那边不要用室内拖。对，那边是放室外鞋子的。我找不到任何地方。就那边吧，只有那块墙是干净的，比较干净一点。大家，大家。晚上好，嗨，穷途之道，哎，穷途之刃，你好，嗨，哎，这样好酷。你说两台不一样内容吗？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就前三十分钟会有点吵而已，大家习惯就好。对，然后那个，嗨大家，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就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周佳日，大家可以叫我阿潘。那今天的直播重点我就不多说，对，今天的直播重点，大家加油，阿潘会努力，阿潘会努力，跟上次一样的东西，真是主持人风，哎，有人看出来嘞，有人看出来我主持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原来有人看出来，重点在隔壁台吗？没有。重点在我手上这一碗东西。阿潘今天外派记者，对的对的，今天是外派记者阿潘。那阿潘今天要来介绍，就是在我家楼下这碗非常看起来非常好吃的贡丸汤。对，那这碗贡丸汤里面充满了一堆绿绿的精华，我们就不多说是什么东西。不是面线，不是面线，一样是贡丸汤。再来一次，对，在这个房间最后一次。等一下，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点灯，可以点灯给你们看。贡丸汤哒，旁边的附身倒有点闹，有吗？有吗？旁边很吵吗？哎，说你很吵啦！哎呦，我已经用手语在开台了，真是的，这是我试一下。这能放多久？从他开播到现在，生气吧？三次，过几个月，老板是很疑惑，对，老板是很疑惑。好，我等一下，好，直奔重点，搭我直奔重点。然后我希望我这三十分钟内可以把这碗贡丸汤喝完，如果喝完的话就好了，我会努力的。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时隔多日，我又看到这碗贡丸汤了，大家请看。带来这的意思是什么？是比较不会受到阿潘台的人，好像是一回事。然后我的声音，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一回生，二回熟。好，隔壁叫我勇往直前。好，谢谢。勇往直前。隔壁台叫我勇往直前。好。一定是命中注定。好可怕哦。才会跟这碗贡丸汤。不要吵啦，对不起，我在骂隔壁台的人。至于隔壁台是谁，三十分钟后再给你们介绍。我会努力先把这碗汤喝完的，我会勇往直前。这个叫什么 ASMR 还是什么东西的？是 MS， 是 AAA。ASMR， 我今天开 ASMR 台，大家在我先吃颗贡丸。刚有人过来跟我讲说 ASMR， 不是鬼，是气质。要怎么样气质？
王一家的气质。气质，谢谢本王。感谢大家，豆豆姐，感谢本王，谢谢龙骑士，谢谢明月，谢谢桃花哥，谢谢 MK， 谢谢 Kira， 谢谢老 OK。谁？面面声音放不出来就有气质。谁说的？原本没有气质吗？Hello， 峰峰，好久不见。谢谢啊。太正红。嗨大家，我现在在进行很可怕的，香菜直播。怕。逛完会不会有新之观？逛完不会有新之观。刚刚有那个我们有特别的 special guest， 今天有。你的背景好美哦，超有艺术感，我也觉得耶。今天是一日限定，然后未来你也屋主那边也不会出现，对不对？听到什么可可爱爱的一家？可可爱爱，要一个字形容他，要两个字形容他，三个字形容他，他喜欢阿姨。瑞婷凶凶吗？瑞婷没有凶凶啊，瑞婷是那个吗？天九团的，他们说他们是天使团，然后说什么？可是他们叫做 Angle 团 ，Angle 团，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放一个什么天使？Alpha Beta Tension 团听起来也不错啊，对不对？感觉就很有学术气质。听说瑞婷生气很可怕。哦，对，我发现你看看，上次是不是有人误会我说那个为什么会无法拒绝瑞婷的请求呢？因为我说瑞婷很会塞奶的，他就是他只要说就是抓，他会过来抓住你的手，抓住手。然后说，了解，重点就是这种塞奶公式令人无法抗拒。好，乐婷，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隔壁在鼓起勇气之声，我是第一视角见证人，而且还是 VIP 室。然后他还在纠结，他欲哭无泪的眼睛，他哎不行，我这样实况转播给你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画面，会不会想过去看？太过分。第一视角，对，我还可以看到那个贡丸汤，此贡丸非彼香菜，对，此贡丸非是贡丸汤，不是香菜汤。我还可以看到他热腾腾冒着蒸汽的样子。放两个小时还会有蒸汽吗？哎，我不能介绍一下吗？没有，没什么，那个别人的来，十点吃的碗吗？你说他吗？他，我不知道，我觉得蛮大碗的，我觉得，哇，天哪，是阿潘的味道。气势意，充满用绿色茶叶，绿色叶片配上阿潘的香味，天哪，这样美味的料理，今天就有我们的 special guest 喝掉，快快点，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的债自己还。有人说你想喝，我吗？没有，我今天只是来监督，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直播完之后不会把它吐掉。有好好的进到阿潘的味蕾里，你再稍改天就然后给，这种事情不要多说好吗？我们你知我知，大家都不知就好了。嘿呦，大家晚安。对，其实差不多了，现在9:40，然后我9:50的时候要念。排行榜，可是今天的排行榜还不能太嗨啊！对了，我刚才前面就念排行榜了，这样怎么办？今天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心理不平衡？我想想，如何用气质的方式讲出今天的排行榜？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嗨，你有浪客3669580，小雨晚安，一凯晚安，嘟
谢谢你哦，谢你哦，你想干嘛？你想干嘛？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他已经眼角泛泪，他不行了，他不，阿潘你要用之前你要加油，可以的，撑下去，他在努力，我没有成分好，我国秀，嘿，国秀，你没有学电海好吗？可是国秀。你下日记点那天，你有没有看见他？你有没有看见他？你又迷我。有人说背景音好机车。哪有？哎，我在称赞你耶。我在希望你可以勇往直前，你可以打破心中最高的那道墙，然后撒一道撒撒皮的皮我。等。我要知道。你去找航航的时候是在我旁边吗？耳机匠，你看到了吗？哦，我今天带着耳机匠直播哎，耳机匠好久没来看我了，耳机匠说要去啾啾炫耀，哇！我要自己亲我自己的耳机匠，原来直接把墙踢爆，对啊，我跟你讲，勇往直前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你就会看到。他斑斓的墙壁开始有一丝裂缝，那就是阿潘跨越自己，那叫什么？跨越自己的那叫什么障碍？我在国旭看糖糖的脸上看到名为霞哇塞的表情，在霞哇塞的国旭，哎，你好笑起来好棒哦！真的，你没有来看我，可是快要结束。今天要比较不嗨一点，因为我隔壁方圆20公分的同学也正在开直播，对，是你没说话的声波会震破墙壁的、啊。你看，我已经在这里乖乖的待了1小时40分钟，他是个没事，代表他可以接受我那强大的，不是声量。声波听起来是存在强大的能量，用这个耳机听进去根本是比你要我喝吗？不要，真的。你要撑下去吗？天啊，我觉得阿凡真是太英勇了，他要努力的。呀，快点帮阿凡集气。谢谢本王的掌声鼓励，我相信阿潘有听到，大家都要替你加油，你可以的。我眼泪已经出来2次，然后又缩回去。快！大家怎么舍得、哦？我等一下还有力气带你去吃宵夜吗？哦，对，我们还有宵夜摊，希望10点可以看到正常的阿潘。一口一口都是对粉丝的爱，对，真的都是对你们的爱。这都是我的债，上辈子业障太多，上辈子业障太多，现在只想再还。我的手在发抖。我看见了，绝对是因为冷气太冷，对吧？嗯。这样也很好嘛。用耳机打拳喽！我看看，师傅，我坚持不住了。哇，心里一直有个梦，要去嵩山小米圈，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现在的师傅。不好看，请问有什么？枪在你身，不想。
小声的念佛。对，我现在在，我现在在吃香菜。小叮当，小叮当，他要退一下吗？是加退多久？什么加退一下？为什么要放小声？真是很快，阿盘棒棒，阿盘超棒。不行，我现在不能直接拍他给你看，这样子是透露了那个阿盘直播背后的秘辛。我比较喜欢小声的音乐，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只有今日限定。放一下妈妈，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大家加油。这首听说是今天是要送给 Lingo 的歌，打要加油打气。早死早超生，汤匙上面弄不下来，汤匙上面弄不下来，所以我要把你吃下来吧。不要。不要看我吧，一直
就算还是人给你看。Hello， 可爱的墙，好久不见。他一个表情非常非常的看吗？为什么我错了？早死早超死，早死早超死，我吃完了，我吃完了，我吃完了。放耳听。
要不快乐，大家就是心情都不好。哎呦，我变成大什么马耶！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个时候，现在是暑假，暑假就是要好好放松的时候。OK 吗？要开心，要开心哦！快点，不要笑出来哦！好多人感觉最近压力都好大，听到的。哎，你们到底是什么？没暑假吗？没暑假怎么办？你们妈一直找我找，在，没事没事，不可怕什么？还有学兔哥，天哪，陈兔哥，那个我以小英之名，封印学兔。学兔哥，什么什么连进呀？你自己都还没照顾好身体耶，还不开心，真是的！我跟阿芳才都听到，听到吗？我在吵什么？去去的妈妈，当然是妈妈好的。欢迎成功你们的十六位兔兔，来来来，谢谢。很多很多人现在暑假也要上班，也要正常上班。我看你穿胡须女，哦，原来是胡须女的吧？啊，我知道，是那 ASMR 是那种吗？就是用耳机，然后耳机听的话会左右声道，然后说的那种吗？然后一直对眼睛注重在我后面斑驳老旧黑
有艺术感强，那不要怀疑，因为我们是艺术家，是啊。那麻烦大家可以追踪，帮我点起来，求妈妈，底下 AKB 不见，嘟嘟嘟，耶！打给我阿豆，打给我，打给我，求妈妈底下 AKB 不见，嘟嘟嘟，对，这是我的开支。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只能用我的声量讲话，所以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的热情，哈哈哈。可是隔壁台已经要对我好疯了，因为听说隔壁都听得到我的声音。虽然他很努力在吃他的甜点，安慰他的伤心。本来就这么打算，原来雅思也是会出现的，谢谢大家，雅思也是会出现的。隔壁台五年，隔壁台还很认真的在吃，然后他现在神情受伤，吃完甜点了。等一下，为什么他吃完什么我都要称赞一波啊？甜点还好吧？刚刚那个香菜糖，不是那个冻完糖。通通下盒子。可以。阿爸のことが可以。おま。おま可以。小叮当加队嘛，欢迎加队。算是你跟我一起经过的，从甜蜜的成功，甜甜的旅行，盼望明天新欢回来。谢谢温柔的邀请。どら焼き、ほんま美味しい。谢谢我们。まだ一つ食べたいな。嘿，特价可以再买好。你能可以告诉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我刚刚吃完香菜了，我很勇敢，我吃完了一整碗的香菜，然后吃完之后就吃了一个铜锣烧，所以我活过来了。復活！阿爸妈妈。那都可以看回放，应该会有人剪出来，都是雅恩的声音。对啊，因为他在我旁边开直播。对，我有一次挑战成功，我好棒。狗妹刚刚都在吃香菜，都没有回留言，很专心吃香菜。
活过来了是没错，但是低配，对啊。太舒服是什么？阿潘勇气无敌，阿潘很棒。你看 IG 每家一千人都吃香菜好了，不要演的演的。的，我也可以。低配很棒，真的吗？现在调试一下心情的阿潘，对，顽石给掌声，耶！阿潘帮忙，太古早古早味，应该上山丹在吃香菜，好啊，怎么这么可爱？谢谢国树，我努力了，阿潘努力了。低配很可爱，真的吗？谢谢国树送的星之冠。嗨，嘉伟，你又来了。嗨，孝贤。嗯，不是冷了可。阿潘不戴眼镜，很可爱。谢谢小叮当，这里的大家瞬间变成冷了可，喂冷了可。大家都当喂冷了可。专灵姐低配，先换阿潘，因为阿潘吃了香菜会掉了。嗨 ，Biskin。我现在有点还没调过来，脑袋还没调过来。嗨 ，Happy Boy。因为我的好，我是不是应该自我介绍，然后再讲为什么吃香菜？对。那个，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周佳玉，大家可以叫我阿潘。然后前面半个小时是在，因为我的 IG 追踪破4000人，加上我上个礼拜自己立 flag， 所以我今天吃了一整碗我最讨厌吃的香菜，然后我吃完之后就吃了个铜锣烧，然后再犒赏自己。可是我发现我的脑袋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回血，所以讲话就变这样了。嗨大家，嗨彩恩，然后彩恩今天来我家玩，可以大声说话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力气了，我心神未定啊，我吃完了，我好棒啊！我好棒啊！阿潘好棒，阿潘吃完了！快点，掌声鼓励一波！阿潘好棒棒！面面真的要住下来吗？对啊，如果他不讨厌这里的彼岸，我思考一下。阿潘棒棒，阿潘超棒棒。香菜之力与你同在，不要他今天在就好，明天就滚了好不好？滚蛋！阿潘很棒，阿潘超棒。所以小叮当真推了没有？我这么努力，小叮当真推了吗？我们可以一起吃铜锣烧，我最近很喜欢吃铜锣烧。嗨，奇月。卡了吗？怎么可能？我现在只有用一台手机，不可能会卡的。阿潘一骂滚蛋就卡了，真的假的？那我关一下热点，大家等我一下。叮当的藤罗沙吃掉了，他会退追。对不起，那我们一人买一盒。这样就可以一个人吃很多了，
志宏说我们一起吃香菜，不要，我不要吃香菜，都送你吃。原来是我们 MC 被讨厌，不是。阿潘有看到我的小盒子吗？我好像有点晚传，其实我有看到，不用担心。嗨，伟伟，伟伟是不是第一次来看我？是因为刚在那边当小萌宠吗？嗨，峰峰，嗨，生七七。感觉很多人从你那台过来耶。吃香菜变美，我不要。那我还是变丑丑好了。他说今天是不是还有还愿计划？对啊，有很多还愿计划耶。Nano 竟然错过我吃香菜了，真是难过。真的很卡，可是我已经把热点啥都关掉，现在只有我一只手机在用。第一次看阿潘加推了，谢谢翔翔。你都有在 IG 上面按我赞，我知道，可是你都没有推我，你要推我了，谢谢。趁人不在告白，阿潘世界最可爱。现在很顺吗？真的吗？我这边看不卡，不卡就好。嗨，天天的，嗨，国树，国树今天不当土豆豆花了吗？我有点想吃豆花。没有看到吃香菜，博汉再去看那个，博汉去看回放。谢谢 Bo， 不卡吗？太好了。我也很少看阿潘，对不起。没关系，小贤，没关系。你们偶尔出现我就很开心，好吗？我去改。没关系啦，国树，我只是很想吃土豆豆啊。缓过来了吗？好像好一点了吧？我再喝个奶茶可能会好一点。请容许我今天摄取高热量食物，我这快受不了了。我喝了奶茶，好像有一点要回到我奶奶的样子，有吗？谢谢他哥送的卫生纸，谢谢。我现在真的蛮需要，我现在没有放一包，虽然是不同牌的，一样是有风啦。Uber 吃送好多土豆豆花来了，谢谢。等一下，你不是国树，你怎么也变土豆豆花了？怎么那么多土豆豆花？哦，是在七七台的马甲 ，so good。谢谢正红，我也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阿潘酷酷在狂送卫生纸，谢谢本人推送的蓝色应援棒，还有小圆送的干杯。Hello， 大家，本丸也来了。土豆豆花本来就是我啊。哎，可是，哦，所以护教君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其实蛮常看到这个马甲，然后我其实不太懂。谢谢 Miso 送的看好你哦。Hello， 坤坤，晚上好。嗨，小鱼干，谢谢小圆送的好多干杯，又见面啦。对啊，坤坤，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开心。其实你们都蛮常来看我直播的啊。不是乐乐可又是什么意思？乐乐可就是萝莉控的意思，所以他说他不是萝莉控，但通常会这样说的人就是萝莉控。嗨，吉川。护教君是我妻，是三维胡想的中二感，满意。我想也是，感觉很像三维胡想。可是他现在四维耶，他现在是四维。Miso 直接中枪，怎么样？两光，你觉得 Miso 是不是乐乐科？你们看阿潘吃香菜加腿，谢谢小叮当，跟我不是弟弟的意思一样吗？对啊，就是 Andy， 如果你有一天跟我讲说你不是弟弟，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讲什么鬼话。乐乐科原来是萝莉控的意思，对啊。那说自己是乐乐科的人呢？那很好，大方承认。所以全世界大概都是乐乐科吧？这样讲真的蛮好笑的。我觉得我被 diss， 我没有 diss 你 ，Miso 人很好哎。第一次见面之后就一直都有来看我。谢谢 Miso， 谢谢 Bokenaka Sansong 的干杯。你今天是贡丸呢？是因为我喝贡丸汤吗？谢谢他哥送的好多枫叶。我就是弟弟放弃治疗，和气疗。
嗨，蓝品君，蓝品君，你错过我吃香菜的样子了，蓝品君。我刚刚看到西西跟我说要潘加油，然后西西就不见了，哦，有点伤心。应该可能也许 maybe 是吧？可以哦，很多不确定词。有智者事竟成，可以。Miso 人很好，不止被 diss 还被罚卡，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好好笑。你们不要这样，下次 Miso 就不来看我了。然后我喉咙还是很哑，还是都没有好哎，我已经放弃我喉咙了。乌尾狐本身就是中二病聚合体啊，是没错啦。虽然你现在少了一尾，可能会从中二变中一也说不定，或者是中 1.8 之类的。我不太知道我在说什么哎，你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语无伦次。Hello 米粉哲，吃完香菜后萌音时间会加长。对啊，在这里恭喜你们上小巨蛋，谢谢想想，希望我可以抢到演出的机会。那你阿基拉桑，那你 Hi John， Hi 杨公公，面面笑声魔性哦。哪有？魔性笑声。这什么意思？阿凡笑给他听。呀、yeah! ，对不起，那是海绵宝宝，对不起，我走错台。那个，呀哈哈哈，哎，不对，那是沙老师，那个，对，等一下，忘记怎么正常笑了呢。好了，阿凡一定可以上台，阿凡加油，谢谢。香菜是什么笑气毒物的概念？你说语录台吗？有呵呵呵呵呵，棒毒。有呵呵呵呵呵呵。小巨蛋不是全团一起上啊，我其实我们要期待一下那个官方的公告，对，请期待官方的公告。这还是未公开情报。沙老师都出来，对啊，面面笑声很吸粉啊，弟弟说不准，对啊，弟弟还是别说话好了，没有啦，不是，我不是要 diss 你，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对。放个妈摩歌让自己冷静一下，现在脑袋里面还在崩溃。好，今天先开那个还债大会，先让面面休息一下，我们后面再来跟他玩，然后来看一下那个还债大会。至于还债大会到底要还多少债，我就别说了。好，先从一开始，我翻一下哦，哒。我们先还一下，就是刚刚面面在直播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好奇我在画啥吗？就是因为有一个还债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有点挑战性。就是Lingo桑就是常常会把大头贴设成一只彩彩，那是他们家的，叫做嘎蒙的一只可爱的小彩彩。然后他的体力非常之差，然后 Lingo 也常常传给我很多嘎蒙的那个生活日常照啊，还有一些小影片。我超喜欢彩彩的。所以很怕画崩，总而言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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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等我小声关掉镜像。哇！啊！很像吗？很像吗？我就画的有点小崩哎，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那个，就是刚刚面面台开台之后，然后到我出现在那边玩那个叫什么啊？我们刚取名叫什么？嗯，对，木头叔叔那里，叫木头叔叔，玩木头叔叔之前。的时间都在画啊，都在画嘎蒙，希望令狗会喜欢。Hello， 鱼尾狮，不会啦，体力不支的部分也很像，真的吗？我刚刚学彩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你知道我最新的称号是什么？我最新的称号是皮卡弹，弹皮卡弹，你知道为什么吗？什么卡弹？因为我上次在那边学皮卡丘，然后皮卡丘，然后就在那边皮卡皮卡皮卡丘，然后皮卡到一半，然后突然卡弹，
宁可尝喜欢就好。宁可尝就没有版权问题咯。我看过一家跟杰星的画之前，这根本是艺术品了。谢谢皮卡丘特效必卡弹，真的，我一定会卡弹，我每一次都会卡弹。皮卡弹同学。然后再来，唱歌的部分可能会分两次还，因为我今天喉咙状况就是一样还蛮差的。我在传阿文感想给你。好啊，阿文感想是什么？问。他会不会看着画里面，然后想说我怎么在那儿？我怎么被关起来了？然后再来画画的部分还有要还的，再来就是萨格还在吗？萨格，大阿文感想是什么？问啊。阿文感想。啊，好可爱。要不。超可爱啊，不是。杀虫。不是。你该把家门。Revolution。Revolution。すべては Revolution。胜利者。好笑。萨格不在嘛？啊，我想要还萨格再说。原来在说很满意，阿潘好厉害，这是什么翻译？太好笑了吧？萨格不在哦，芝芝怎么办？那我们等一下好了。那先来还，这个是飞镖的，台湾老乡，我们飞镖先生在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跑来了，他在干嘛啊？我在送 kiss 啾啾。谢谢哦，谢谢蔡恩送我 kiss 啾啾啊啊！我听到我上面尖叫。咬到，哦，キモチ悪い，キモい，キモい，キモい，没他亲，他没亲到，他亲到我会哭，キモい，キモい，キモい，やば，那再说，好，那个飞镖大大，希望我画给他的图是他或者我。所以我选择的话，飞镖的那个大头贴 ，IG 的大头贴，所以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上吗？飞镖大，还行吗？谢谢彩虹花送的新丝瓜，好帅！莫斯科的，怎么有点像西西？什么？你想要看西西吗？西西现在不在身上，我等一下画一张西西给你们看好不好？你看过我画西西吗？没有。你没看过？大家有人没有看过我画的西西，请全部都传给一次小黑子，给旁边这位蔡安蔡小姐。请传给他，希望飞镖会喜欢。然后再来就是等萨格出现，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唱歌的部分。唱歌的部分这次会分两次还，就是会有一半是今天还，然后有一半是下一次还，因为喉咙状况真的是还是有点恶心。现在那个兔兔耳的西西吗？对，就是那个兔兔耳西西。真的吗？宇豪，我画得像吗？谢谢飞镖，啊，谢谢观众送的那个东森购物 logo， 谢谢你。还有 ，Hello， 龙骑士。然后唱歌的部分，先来。
来还第一首，第一首是 Lingo 上点的，希望我可以送他一首日文歌，然后这首日文歌希望是可以打起精神的。然后我选择的歌是《Mia no Mamusa》，是宫野真守的《我是英雄》。那在放歌之前，先讲一下他对这首歌的理念。这首歌的理念基本上是，就是他认为真正的英雄不只是在，就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而是在自己陷入低潮的时候，也可以非常，就是也可以鼓起勇气去接受别人给的温暖、给的鼓励。所以每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英雄。然后这首歌是非常元气的一首歌曲，所以希望听了这首歌的另一个嗓可以得到满满的元气。嘿，请听妈妈的《我是 Hero》。然后好像没有歌词哎，要不要不要呢？现在马上 Google。我没有歌词，啾啾。等一下，将来的等待。什么的等待？什么的？什么？等一下，我没有歌词哎，我现在查不到，他不让我连。就要慢慢的。旁边的小姐唱叠车去，请稍微等我一下。洋葱片面在吗？片面不在。为什么没有啊？我进过去，好吧。朝も早からランニング今日も一歩踏み出すんだ冷えちゃその勇気僕だけじゃないそうだろう、yeah、誰か泣いてる声がするいざ駆けつける日の山頂命の勇気を僕が守るまた見たらよんですぐすぐ元へ魂をいつでもそばにいる輝く未来を守り続けるよ僕はヒーローを点我头像就可以看到西西了，真的吗？妹妹，你看。だけどドキドキ、さあなぜ広い光るんだろう。僕は本当にヒーローなのかな。そんな時君が隣でほら僕を見て笑ってくれた。それだけでこんなにも嬉しく思えた。生の存在が心から強くなれる輝く今を守り続けるよ僕はヒーローを君のヒーローを君はヒーローを僕のヒーローをそうこれからも僕はヒーローを、yeah。帅哥来了吗？啊啦，叫帅哥 ，Hello 帅哥，哦，阿潘快看什么？谢谢帅先生的掌声鼓励，果然我的喉咙还是没有回复。
这首是不是 KKBOX 活动推过？我有印象 ，KKBOX 活动推的是另外一首吧？阿潘等等，还能再让我截一次图吗？刚刚没截好，好的哦。嗯，谢谢阿潘疗愈好哦，我有看到那个现实动态，天，不过我 IG 的照片多年前了哦。那么飞镖飞镖，好的，嗨，先给飞镖。有接到吗？这样有接到吗？然后再来再来，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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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的图是两张一家的图，先给你看一张。嗨，点接进，这是萨格喜欢的一家，加油！不觉得妈妈的歌很好听吗？问我吗？对啊，我换一首。这年人生过得只那的路，都我的鼻子足足给过我。哦，雪里的。然后，再来另外一张，也是萨格的，然后也是溢价的部分，请看。噔噔噔噔噔。有没有觉得太气质了一点的一家？随便啦。还行吗？这个夏日祭典 T 恤又画出来，虽然我觉得解析度好像没有那么高。行吗？这是一家，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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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随便啦，是这样吗？随便啦，随便啦，嗑药，嗑药，是嗑药是不是？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有像吗？随便啦，随便啦，是这样吗？有像吗？有像吗？阿曼模仿力有像吗？随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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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停下啦！那个转音还是要一家才对位啊。熟悉的一家最对味。Message me, I know you, but I can't go on love you, but I'm sure you're so good. 哇！一家，我再唱一次，真的吗？一家会有一个鼻音，我不会。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不要一家叫我，我都不会轻易
干嘛？啊，我很喜欢这首哎、欸，这首超可爱的。不要再唱了，唔当，又随便吊起来，我随便吊起来，我随便吊你，随便吊，随便吊一波。天天是太孤独难色，啊啊！为多少幸福你跟我在打湿的路 ，How do you make feel？ 나한테안고나무때문에때문에뭐그니다때문에생각할까봐나그만뛰는나뛰고서 Oh my god！ 새로다때날라떠서So you want me to make the days a shining way 哦，原来椰子叫椰子哦，椰子，椰子。有些你可能没得 ，You make me die in a sweet time. She's a young girl, but she's a happy girl. So good, Nanda. 不过该是的路，但没有你我的我就算你那么大个儿，哈哈。晚安 ，I saw you talk to birds， その笑顔が輝いて。ほんの小さなことでも君の優しさ、僕を癒してくれる。どんな時も。話もキラキラ笑う君にのが这首好受欢迎，泪哎泪子也好常唱这首，因为这首很可爱啊。Oh my god！ 因为那个吧，我跟泪子都很喜欢妈妈吧。是故事几个字的。刚刚他画的一家真的很好看，谢谢阿派，不客气。虽然是送给萨格的，我的唇膏会一直掉哎、欸。特色里面的，他一直来掉我，怎么办？天哪！隔壁要入坑了吗？不是说你要入坑了吗？实体化的掉。気持ちが始まってる I make you feel this 優しくて幸せなドキドキで僕の胸は痛い For you I can do anything 届ってるといいのこの胸に芽生えた恋のメロディ You hear me I feel youSo you want to be loving more than you think 君は君のまま顔そこで心きらめいてきらめいて我上车子了 It's a coffee to sweet time She's a lover Yeah she's a sweet someday 君なんだ僕が知ってる誰よりも You are high Cause I'm in love with that girl Oh yeah Oh yeah 大家不要把十五名让给他大家不要把前十五名让给他不可以这么容易就肥到他好然后再来再来我要继续那个继续还债了再来下一位，下一位点歌的部分是 Miso， 然后 Miso 希望我唱的是 Nogiza Go Who D6 呢，这首你应该也会，该不会是很狂暴的那首？对啊，哎，等我一下，我的 KK 里面有，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播哎，他现在就是那个。现在怪怪的，我的网路 WiFi 很怪。
要理我的意思吗？不难播，就叫面面和声一下，也太难了吧，笑死。好，我觉得好像爬好了，不觉得这首很好听吗？然后我才发现我好像没有吓到那首歌，我快笑死了。对啊，我以为我有哎，那首还蛮多人喜欢的，我觉得放出来你就知道了。你很想打他对不对？他很欠打对不对？他怎么也从我眼前溜过？放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歌了。加油啊，潘哥！哎，你不会吗？你不会吗？我都是空耳在听啊，我没有记歌词，我没办法。虽然前奏很长。今天有人帮忙杀虫了，你啊？我帮你吃。你要帮我杀虫是不是？91万了，真的假的？那个观看次数？真的吗？好厉害啊！给爱が好きなんだ。出かせんのその下で耳を澄ましてた柱の中書き。数字とイニシャルは誰か誰に何を残そうとしたのだろう時の流れは教えてくれる過ぎた普通の日々が欠けた絵のない足跡とさよならに強くなれこの出会いに意味がある悲しみの先に続く僕たちの未来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そう何が変わることもう一度君を抱きしめて守りたかった愛に変わるもの觉得没气我后面就不会唱了
因为我都是听短版的。等后面哦。I'm so sorry， 潘潘今天的喉咙状况真的，听声听讲话声应该就知道个怪吧。应该要让姐心来唱比较快，对吧？直接帮你接吗？后面就会了。躊躇してた間に日は沈む。遠くに見える手とをぼやけてく。君が好きだけど、ちゃんと言わなくちゃいけない。見つめ合った瞳が星空になる。さよならは使ってる。これから誰に失われにキスしながら抜き出せるだろう。君らしくさよならに強くなれ。この出会いに意味がある。悲しみの先に続く僕たちの未来。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そう。何かが終わること。もう一度君を抱きしめて本当の気持ちと言いかけた。失いたくない、守りたかった愛に変わるもの。我努力了。喉咙快要在这了，大家再见。拜拜。哦，今天就看到这里，不是？今天看到这里该关台啊。有不？然后，我这边还欠两首歌，是《大步努力》的，然后还有然后还有白杨纯开的《台语告白》，要现在领吗？I'm so sorry， 今天喉咙真的是不是很好，希望 Miso 会喜欢。刚唱歌的表情应该也是蛮丑的啦，我们不要太介意这种小事情。Miso， 谢谢桃花歌送《带你去流浪》，然后再来要进行的是本神推的台语告白，台语告白。Yeah！ 不是啊，我说北人的台语怎么讲？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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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要认真来讲话啊！认真来讲话，就是，自以前开始，你的，拢有咧，关心我，拢会关心我，啊，逐天拢会传讲，今仔要食啥，还是今仔日要创啥物啊？逐天拢让我感觉
足温暖的，所以我想要甲你讲，我真正足喜欢你的，我爱你，多谢你。自较早开始，就遮尔支持我。从今以后，我嘛会继续打拼，变做一个你会使足骄傲的，甲别人讲，这是你的偶像。阿芳，我足喜欢你的，阿芳。阿芳足喜欢你的，从今以后，嘛会请你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我嘛是。哇，太好了！可爱，可爱旁边，可爱。边个人足菜？哪有啦，拢是我的爱呢。我嘛唔知影。希望恁会使感觉足骄傲的，甲别人讲，我是恁的偶像。今日哦，要是我边个人哦，就恐怖哦，随便啦。拜啦。随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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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啦。阿潘就是我上爱的爱豆啦。动啥？动啥？旁边二姐出镜，感觉旁边该吃药，你要食药啊无？今仔状况无啥好，歹势哦，拍凶凶的。我毋知影，我边仔个人足奇怪的，莫找伊啦。随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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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谁都随便啦，随便啦，啊，没地方可以避难了，请进，大家要讲好不好？好，下回啦，妹妹想出镜憋很久。Hello， 杨雄，忘记准时看面面，所以来这里了。什么？杨雄来找你啦，不是来找我。我突然觉得很伤心。完美告白，旁边直接砸场，输你。那无了，我是想闲吗？我看不出来，怎么歪到这边去？谢谢本人送推送礼物，谢谢。谢谢本人送推。笑死了。笑死我！びっくりした。怖ー。隣の人。めっちゃ変だよ。変な子。なんか。今夜は。なんか。怖い。剪刀石頭布。你看得出来这个背景墙还你什么吗？恭喜平手，耶！耶！总之希望你会喜欢，然后再来剩下的两首歌是吼吼吼还有 WNOE 咯，因为这两首歌还没有练好，所以要请别人会等到下一次的直播，还有他的歌可能要等到下一次的直播，然后再来还有新一的3月9号，新一有跟我请假说希望下个礼拜三再还给他这样子，然后请问还有任何我还没有还的债吗？请问还有任何我还没有还的债吗？那个古外族，那个古外族。啊，还有企鹅的哈士勒片金，哈士勒片金，不知道我这边有没有哎。阿美莎。你会唱吗？一克。咦？哈士勒片金。哎，他有办法不打日文吗？好像没办法，没关系，我有日文，真的。就跑出来的是那个桃色，桃色クローバー J。走れ。找得到吗？待って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はい、大丈夫。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AKB48 グループの中で多分あるだと思うんです。
旁边突然安静了，不习惯。牛奶糖小山竹已封锁蔡雅恩，他说的，我快笑死。你有没有打算要回一些什么话？他静音我。我快笑死！他静音我。我说，哎、欸，我找不到，我突然找不到他是在边境。还是我直接找企鹅，应该要有啦。直接打走企鹅，把汉字打出来。应该会有啊，我记得 KKBOX 里面有啊，奇怪，是奔跑吧企鹅对不对？又有人飘进来了，好可怕。可能没有吧，奇怪，好像真的没有哎、欸，我傻眼，真的没有哎、欸，我真的没找到哎、欸，好像只有那个 YouTube 有，可是看 YouTube 就不会歌词了，就尴尬。你说你找 YouTube， 我然后我找歌词啊，都行。那你先找 YouTube。嗨，我天选，哎、欸，有啊，有中日歌词，哎、欸，无音源是怎样？无音源，Penguin，Penguin，哦，它只有歌词没有音乐 ，Koi。在下面吗？没有。日本語はないんですか？没有歌词，只是。只能吃它，没有歌词。彩虹猫。啊，手慢了，发完了。这个吗？对啊。哦，我其实也不太会。忘记那个旋律了。始まらない前に出ろよ走る天気そこにいたってゴールというのは一箇所だけセンターを目指すんだ。主歌不太会，外界阿贝桑语音唱歌，笑死，只会副歌的我，我会练习的，希望下次可以唱的比较好。阿贝桑说不定忘记怎么唱，不太可能吧？这首真的很可爱，这首算是他就讲的 Santa 吗？算吗？一般般 ，MV 好像看不太出来。
至少好多回忆，啪啪啪。阿潘能能钻石红包的时候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啊，好的，就是现在吗？大家好，我是 AKB48 进 CT 的研究生周佳玉，大家可以叫我阿潘。然后因为今天破 IG 破4000追踪了，所以前面有吃我最讨厌的香菜，如果有兴趣的人前面可以等我下播去看一下回放，对，很痛苦，但我全过来了。总之下面是我的IG 的 ID 要再请大家继续追踪我哦，谢谢本人很快支援我的 IG 的 ID， 请大家追踪我哦，抢红包大家要记得追踪我。然后这首歌就这样子结束了，哈西勒哈西勒本気頑張ろう，可以呢，可以的。你会什么歌啊？不会，我不会唱歌。你有什么歌可以唱？我们可以一起唱歌。我回来了，前几天才帮你吃，谢谢慧香，我快笑死。嗨大家，要不要顺便安利旁边的面面？你要不要进来安利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的研究生周佳玉，旁边的蔡雅儿。我傻眼。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周佳玉，旁边的蔡雅儿，请大家务必追踪您的 IG 号，我想一盼盼哦 ，YIPANPAN 一盼盼，底下 AKB48 Team TP， 耶、yeah! ！抢红包的同时不要。光吗？不管啦，如果你发现你的礼物盒里面左下角有金光像像像钻石一样的东西，你发现数字有点太多，超过两位数，这样的时候呢，就去寻找一个觉得长得可爱的礼物，像是那个什么 kiss 啾啾啊，或者是什么掌声鼓励啊，请务必多点几下，不小心乘以66之后按下去，对啦，我们一胖胖就会感谢你一辈子耶。感谢令 H Go， 啊，谢谢令哥送的啾啾你哦，好可爱。大体男はわかりやすいよ綺麗な女やめがな恋する狼たちよ牙を隠すなもっと不安に生きよう。もっと自分の欲を晒すんだ。何を見えてる？失うものはないこの地球上に。荒野に解き放って、I don't know。手足を縛るな野蛮な求愛は止められない。口説かせてくれ。好想跳这首、哦，你听过这首吗？真的假的？这首 MV 超帅的、嗯，这首是舞蹈选拔 ，AKB 舞蹈选拔，所以你知道那些很厉害的会在里面，很帅，超想学这种音的。这首感觉就可以给艺云跳，不觉得吗？艺云妈有上啊！哎呀，这首是野蛮的求爱，野蛮的求爱。有人说你不合格，应该要罚跪。没有，这首还蛮新的，这首是那个，这首是那个是什么？那个 Sentimental 的歌。那台上去。对，然后里面的舞蹈选拔。
MV 超帅，就是有种代言艾迪达的感觉。什么？我很认真，我很认真，他们都全员都穿艾迪达。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穿艾迪达裤。运动品牌麻烦了。两排手帅，这首结尾超帅，就蹲在地上，然后往天空踢一下脚，踹一下。天空蹲着踢。对啊，超帅。往外踢吗？有这个来的。这个你总听过吧？有这个。好像有听过以前。点评那个。只有只有这个来的。这个超帅的，你看，卧薪尝胆，绝路重来样子，我觉得超强的。我不会唱啊，超难，但是全部都是。好厉害哦！嗨呀，咿呀撒撒，嗨呀嗨呀，这次歌呢，嗨呀咿呀撒撒。然后就又到那个副歌。谢谢西西方的广播，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7P 的研究生作家玉，大家可以叫我阿潘。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点下追踪键，追起来。这边点我的头像，然后可以追踪我，按下去按追踪，然后。如果想要追踪我的 IG 的话，请往下看，下面有我的 IG ID 一潘潘 YIPNPAN 底线 AKB48 Team 7P， 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我们是日本 AKB48 的姐妹团，姐妹团。Hello 大家。初次见面，嗨明明，嗨荣，嗨才加二宝，还有九怪弟弟，何景喵喵。嗨正录完，吃了会比较舒服吗？大家好，嗨金门高粱，嗨猪猪，嗨小孩，还有雪兔哥，哎雪兔哥哪里？嗨。嗨雨爱，嗨这个是什么拉什么怪，这个讲出来感觉有点不太好。嗨 Talent， 嗨正文，还有太阳跟宝儿，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来看我的直播。我是 AKB48 Team 7P 的研究生周佳日，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哦，这边点我的头像就可以追踪我的浪 life 直播账号。然后我会固定，几乎就是每个礼拜都是礼拜三还有礼拜天会开播。那如果对我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ID， 往下留言处会有人帮我抛。这边 YIPNPN 底线 AKB48 Team CT， 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请多多指教，有的是 Go。 另一边吗？是另一边吗？是这边吗？是这边吗？那边是关闭，我要指到这边，然后他们的这边是关闭，然后这边才走。啊，这边是叉叉。这是这边。B 不见，没有 B 还在啊 ，B 还在 ，B 怎么会不在呢？好，然后最后
今天直播后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ごめんなさい，讲错边了，之后没有病来了。对啊，不是关闭，不要关闭我直播。然后，这边是我的宿舍。然后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是因为是最后一次集在这个地方进行直播了，所以等着呢。没吧？没吧？点光明灯啦！点光明灯啦！准备跟蜜来拜拜了。对啊，最后要谁点灯吗？要来点灯吗？你们想点灯吗？需要点灯吗？大家？要点灯点起来。什么？蜜嫂说什么？光明灯在线，很久没有点了，对不对？布布在吗？布布在，布布在这。他这首也很好听啊。这首是《Don't Look Back》，布布，布布在这里啊！布布有正手，布布有哥哥看家，快叫布布说话，布布要说话了。布布从今天开始。从明天开始要离开这个家了，会不会很难过？大家好，我是 AKB48 CP 的研究生周佳玉，欢迎大家来抢红包！快抢红包，在这。然后我闻到一股不好的味道，冷气，不是烧焦，对。哪里？超重的！你刚闻到吗？现在在你旁边开始。对啊，哎，突然后面一个烧掉的味道，烧掉的味道，烧掉的味道，好臭哦！他，好臭哦！我点不起，我拔掉了，我拔掉了。对，他要烧掉。我拔掉了。不是，这是最后一次直播，然后直接把。把这烧了，有点太重了。这一次直播，然后直接把房间烧了，神鬼！就 Aaron 这烧起来是神鬼。不要，超恐怖的！这样我救不掉这个宿舍剩下的东西。反正最后一次，超恐怖的。把灯也烧坏，不是，整个房间都是超恐怖的，超级无敌恐怖的，好臭！我突然，能不能开？我怎么觉得味道还有？你先把冷气关掉，先把冷气关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味道还在，没有。你觉得不是他？我也觉得不是他，先把冷气关掉。我的灯的味道吗？你要小心不要踩到那堆恶心的东西。我觉得不是。我也觉得不是。冷气哦，那就是冷气了。不是啊，不是我的灯啊，那就是冷气。不是灯，我觉得冷气更可怕吧。不是，不是，你忘了没有？如果它有用烧焦的电池，不是，它没什么味道啊，是不是冷气？是冷气耶。嗯。先检查一下周围的电器。没有，目前没有火花。而且冷气关掉都是没味道的。对，所以直接缓降它，那怎么？它怎么了？外面怎么？有可能是外面的事情，因为上次我也是开着冷气直播，然后外面有人在抽烟，然后烟味就被抽进来。不是，这不是烟味，这有点像塑胶烧起来的味道。是塑胶的味道。嗯。插头 OK。因为插头是
插头没事。插头没味道。它也没味道。嗯，不是它，它很香。它很香哎、欸。他们家的插头是香的。什么东西可能烧掉的？没有，没味道了。对，散掉了。所以。所以刚是什么味道？究竟有什么秘密呢？不如我们就把冷气拆掉，来看看外面长怎么样吧。哎、欸，交给你主持人了，我想上去看一下，我上去看一下冷气。大家好，这里是等一下，阿潘送你的新之冠、哦，你跑了耶！ Yeah! 看一下冷气现在长怎样，然后有咖喱面包超人给你。对，咖喱面不是啦，这样不太好看。没有什么味道啊，真的吗？可是，到底是哪里来的味道？等我一下啊。窗户呢？窗户开着吗？不好意思，因为味道太可怕了。对对，右边才是今天直播间的主人。然后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V。看把房间烧掉了，应该没有了。然后，这位是研究生周佳玉。他的房间呢？今天出现了一股烧焦味。烧焦味，而且还是塑胶烧焦的味道，很母汤。对啊，怎么可能是塑胶？这个灯丝也不是塑胶。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出现，所以我觉得很可怕。那我再试一次高明的。对，应该不是。因为灯不会那么快啊，它会直接。对啊，灯会听到 PS 什么的、啊。再一次哦。哎，我注意到了，在上面那排。哎，上面不见了。耶！我让你们看一下为什么不见。来，你开着。上面还有灯，你知道吗？上面两条灯不见了，是不是因为受潮啊？所以它没有，刚刚亮的，刚刚是亮的。你刚刚开的时候是亮的。我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条灯是受潮，所以容易脏？所以是从上面爆到下面，而且是一路爆。嗯，上面那个灯泡烧坏了。啊？这里吗？这里开的。可是它是一路烧下来的，刚刚这里还有啊。你刚刚在开火在闻的时候，这里还有啊。对，哎，哈哈哈真的是最后一次。直播是全部烧过来啊！它的灯是一路烧下来的哦，那就关掉了，关掉了。对啊， yeah, 我只能说不要浪费心之冠。还在烧，你还开？还在烧，它越烧越多颗，我觉得它好像不能开。你待会儿要开开门，不然这个味道可能太重。我们待会儿直接逃离现场。我待会儿要出门。关播之后直接出门了。抽风的功能，我把风量调高了。对，可是它只会散，因为出不去啊。你这里没有出去的地方，还是你厕所有抽风机吗？有，那我去开。开灯就有了。等一下，这什么？你有没有吧？厕所全部都是这个味道、欸。真的假的？因为飘过来了。啊！七月上了一个，对啊。
情愿送了一支还那会。谢谢。还那会。还那会的中文是什么？翻仔火。香火太旺。被他自己打的。好可怕、啊。那看来我们可以，就是我可以再买一条新的光明灯回。回我家那边播了。你到时候回家直播会有一条更新更闪亮。更新的光明灯。谢谢大家。更新的光明灯。大家热情，他收到了。火柴，有人送火柴。哦，还他回火柴哦。别买吧。我跟你说，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烧掉？嗯。它是便宜货。啊？什么啦？真的、啊，这不是重点。虾皮上面买的最便宜的。最后六分钟，你得撑下去。你还是我可以开门啊？不行，声音会太大。不是，窗户主要是那个外面都是，你刚才会看到。啊，你窗户有纱窗吗？没有。好，我们待会出门吧。至少一个小时内都不要回来。现在买的那双蓝色应援棒，这个是怎样还大会的？ Yeah! 蓝色的还大会是用蓝色，烧毁、欸，这是神毁耶！我键盘都被烧了，这很恐怖哎！是谁？刚刚你在没播出？刚刚谁来我这边说要给你住宿的？就是有人说要让你可以擦油漆的地方，给你租可以擦油漆的地方。快点快点，阿潘会经过你的房子。然后不留下一点痕迹，连房子的痕迹都没有、哦，直接连地基都挖掉。他住外面家，人家会住你家，直接一个不得了。哎，阿六送我新之冠，谢谢。我没有了。哎，我哎有了，没了。上空，一位平地。好，那么最后我们来念个排名吧。然后念完排名就来抽奖。那今天也要抽吗？对啊。那我是不是应该？你要不要开个抽签？哦，抽签。抽签网站。你查什么？你直接查抽签。哦，你知道怎么会让你帮我查吗？嗯。因为手机电量有点不妙， yeah. 两台都有点不妙。冲不上去吗？那边15%，这边2%。啊，你只有一条线，我没有。很嗨哦。我没有带一般的。你可以用我的，你不要冲这台啊！你冲这个，直播比较重要。嗯。没了。嗯。我两条线啊。那你为什么？我的给你。哎呦！直接插。嗯。哦，我豆腐头在那啦。算了，先不要弄它好了，它刚刚才爆炸过。对。明明刚好15哎、欸，我好笑。谁敢把他踢下去？不是。哎、欸，不行不行，快点，不准！哎、欸，不行。前面的可以再送，前15名以上都可以再送，后面的不准送，谢谢。谢谢大家，我要抽奖。哎、欸，小。秘密掉16了。啊！谁？是谁？好笑、哦。是哪个母汤的孩子？然后。接下来我要开始念排名，然后这次一样是从15名里面抽一位出来，然后他想要我唱歌或者是画画都可以，我们会慢慢的回复这个机制，慢慢的回复，对，慢慢来。所以大家赶快冲排名啦，冲冲冲，快，现在开始冲排名，上，行，谢谢刘君送的真情告白，对不起，我真的是。就是一下吃香菜，一下又吃铜锣烧，然后一下灯泡又烧掉，一下吃光明灯。我今天整个就是大混乱，几乎都没有读到留言 ，I'm so sorry， 然后又一直在还债 ，I'm so sorry。求红包哪一个？有人在求红包啦，我快笑死。先事故，小心真的秘密送火箭，哎，你送火箭没？我可以画一只给你。你可以问西西怎么送火箭，西西会教你。西西吗？真的，西西会教你怎么送火箭。西西来吧，我等你。嗯，为啥把那两拿下来？啊，什么？没关系，你先认真。好啊、哦，已经17耶，哈哈哈。
要十七月啊？是谁啊？你要那么久？我不要。你看他们在教你怎么送吗？这样。耶、yeah!！这样就可以送火箭了。耶、yeah!！直接。谢谢大家送的火箭。大家好，我今天开始改名叫火箭阿潘，我送给你。不要。Team TV 的火箭，大家好，耶、太可怕了！我是阿潘，我是火箭，我是今天送给阿潘的火箭。来宾请掌声鼓励。嗨，大家好，大家好。超厉害！谢谢桃花哥，谢谢桃花哥。枫叶你好看。大家好，我是火箭。谢谢本丸送的枫叶。算了，还是烧毁吧，这火箭阿潘不收。火箭推起来，有人要推火箭。这火箭可以更热情一点，但你不要把我家烧掉。我刚不是已经过热了吗？是。啊，好笑。福味七号昨天刚发射，哦，我知道，火箭面瘫。哎，你火箭面瘫，火箭还火箭面瘫是吗？耶，谢谢，真情告白。谢谢分身送的跟真情告白，我要送爆火箭。话说我发现啊，我们开到最后，然后发现那个兜兜大突然不见了，兜兜大还在吗？突然很想念兜兜大，谢谢西西送的 kiss 啾啾。啾嘛。谢谢 Miso，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唱歌唱的没有很好听，如果 Miso 喜欢就好。然后再来，我要来念榜哦。噔噔噔噔噔，我要念榜哦，要念喽。啊，阿贵仔送好多玫瑰，好吧，只好等一下喽。给，我拿着吗？没有，单纯是在找讯号，在找讯号，我每次都这样。真的有，哎，来了，虽然头都没有出来。哎，有讯号 ，nice， 好，我要念了，垫第十五名，等一下他西西还在说，哎，好吧，等我们的西西。西西加油，另一个。哇，谢谢你送香槟，开炮啦！烧起来你还开？谢谢企鹅送荧光棒，谢谢企鹅送荧光棒，还有荧光棒，就是膝盖八 MP 哦，慧香，谢谢慧香送的人气选票，还有蓝色荧光棒跟指南针，笑死，今天有够嗨，对啊，今天有够嗨的， yeah, 谢谢刘军送的真情告白，老君，耶。我没有钱，我只好继续，没关系 ，Nano 啊，谢谢海海送的 Best Wishes。阿潘潘，海一中哥怎么了吗？面面 nice 吐槽说你超强，谢谢企鹅送的荧光棒，我要念排名哦。好了吗？就是烧起来才要开趴啦。他们只是在烧掉我。这样才是萤火晚会。我十八了，我不开心，我觉得有一点难过，有一点手伤。谢谢慧香，慧香把他所有的浪花都丢给我了。谢谢性格送的蜂王美肌 Q 弹饮，好喝哦，不知道是什么，但好喝哦。谢谢博汉送的东风抽取卫生纸。嗨，欧弟你好，随便跳个萤火舞，然后烧起来萤火晚会。nice 哦，聪明哦，没浪花上不去了，没关系，我要来抽奖喽。拜拜。抽奖喽。好，念排名截止。你要等我跑出来。我也还没跑出，等一下抽奖。等一下火箭班。你是抽奖什么？抽奖网页。我就直接打抽签而已，抽签两个字。好，今天第十五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十四名西西，谢谢西西。第十三名阿贵，谢谢阿贵。第十二名性格，谢谢性格。第十一名北原神推的分身，谢谢分身。第十名是睡仙，睡仙到底推我了没？谢谢睡仙。再来第九名是阿六，谢谢阿六哦，阿六今天好下面。今天第八名是本丸，谢谢本丸，本丸最近越来越关心我，谢谢你。再来第七名小圆，谢谢小圆。第六名是柔君，谢谢柔君。柔君问题，没事。总而言之，谢谢柔君，感觉柔君就是最近虽然很忙，可是还是都有来看我直播，谢谢柔君。然后再来第五名是怀怀，谢谢怀怀。怀怀到头贴什么？是乌米奖吗？还是尤涵呢？有点太远了，感觉像尤涵呢。谢谢怀怀。再来第四名是小山竹，谢谢小山竹。小山竹最近冲排名越冲越高，谢谢小山竹。再来第三名是另一个，谢谢另一个，希望我
你会喜欢我画给你的嘎蒙。然后再来第二名是桃花哥，谢谢桃花哥，下次会好好诠释你的吼吼吼吼，我也很喜欢那首歌，超喜欢。然后再来第一名是北人神态，谢谢北人神态，希望虽然有被干扰到，希望你会喜欢你的台语式告白，然后下次也会唱 WE 的给你。那么今天接下来要来抽签，你想这个吗？不是，我是打一二三四五。啊！抽错数量一而已。嗯。一，然后一二三四。嗯。一，然后打到十五这样。哇，好难用哦！你的手机在那里。我跟你讲，都这样吗？这个品牌可是很大众的哦。你这样让好多人中枪了哦！我，哎，你看我，你中枪了，我笑死。十五。好了，开抽，今天是面面抽哦，他的问题哦，抽到抽不到多少的问题哦。拜拜。他们看不到。抽签。抽到多少？等没有。看到了吗？你没有按。抽到十二，第十二名，今天第十二名是性格，我抽到性格了。恭喜信哥！耶！耶！那么要再请信哥去小盒子，我希望我可以为你唱歌，或者是我可以为你画什么图。我想抽到第十八名，我想抽到第十八名。他抽不到，他没有办法作弊。我要第十八名。You can， 我们要再玩一局再关吗？还是你想要直接？不要！再见。哎，你不玩了吗？先生，不要，感觉就是我会狙击。木桶先生，哦哦，性格是肌肉饭，所以随便啦。随便啦。你不愿意做。啊，等一下，你等我。随便啦。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啊！停下来，等一下，你等我一下，给我一分钟。妹妹想吃东西。这是他的那个。这是一首歌，一家的版本。乌咪生气了。叔叔超时工作，等下付他加班费哦，拜拜。I'm me， 我们要去投难了，拜拜。